家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国庆？很多人并不明白，其实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0亿两白银赔款把我们赔得一干二净。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国家。1903年，中国驻美外交官谭锦庸在旧金山遭毒打，美国人扬言凡是中国人都得挨打，他因不堪忍受美国警察的侮辱自杀身亡。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国家。1931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掀开了大肆侵华的序幕，疯狂杀害中国人民，大肆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侵犯破坏中国的主权，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国家。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至此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国家。可是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这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所有的火柴叫洋火，因为我们造不出火柴，所有的铁钉叫洋钉，因为我们造不出铁钉。我们穷得五个人穿一条裤子，穷得城乡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我们没有武器，没有汽车，没有石油和化肥，所有的工业核心技术被人卡着脖子。但是为了中国的崛起，无数的有识之士从海外回到国内，其中有一个人为了两弹一星梦想隐姓埋名28年，他放弃发表任何一篇学术论文的权利，演算纸在屋中堆了几十个麻袋。1964年，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他就是邓稼先。但是因受核辐射，邓稼先患了癌症，临终前他最大心愿是国庆节去天安门看看。他告诫后人，千万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爱。共和国的大厦就是成千上万的邓稼先们用血汗和生命建设起来的。我们应该时刻铭记，今天我们拥有的和平、尊严与平等都是先辈们用生命、磨难和牺牲换来的。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忘记，为了这一天我们中国人抗争了100多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曾经受人歧视的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驰骋在世界各地。曾经我们的飞行员羡慕美国 F-22 在天空腾飞，如今我们的歼-20让西方人艳羡不已。曾经我们的渔民在钓鱼岛被驱赶抓捕，如今我们的渔政船巡航钓鱼岛已成常态。曾经面对他国侵占南海岛礁，我们只能抗议，如今我们人工填造的美济岛、朱棣岛、永暑岛已成南海不沉的航母，还有我国自行研制的天宫二号已经飞向蓝天，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已经遨游大海，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已经落地贵州，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设已经全面启动，还有我们的火星探测器即将飞向太空。你可能会问，国家投入巨资研制的这些盛大工程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意义？答案就是保护你。这些看似与你无关的国之重器，其实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你，给你生命的安全和尊严，让你可以安